到94年两年回来还是一样跟来美国，跟10个人讲，10个人都不错啊，都不错。但是20年下来，这么多钻石，对不对？我自己也上皇冠大使。哎，你们不做我做，你们不做我做，你们不做我做，结果我赚钱了。他们不做没关系啊，但是我们可以影响这些人。哎，用点，只要他跟你打招呼就用点啊，你讲。对。